王彤结婚无期想动乱，胡瓜380万瘦身奖金分批给小珍。胡瓜年后开工，金鹿民是台湾 No.1 搭档改由王彤代班，正在待产的白嘉琪提到白嘉琪婚姻幸福美满，跟爱成感情稳定的王彤何时打算结婚。王彤笑说没有时间表，目前还是希望多努力事业，现在这样状态蛮好的。一旁的胡瓜则建议他可以考虑冻卵，时间过很快，你可以先把好的卵子存下来，随时都可以生。王彤也坦言一有冻卵业者私讯他洽谈。而小珍去年成功瘦身40公斤，胡瓜也透露之后将给他380万元奖金，但碍于税的问题只能分批给，反正他已经瘦到标准体重，就按照法律规定给他。